记者赖晓彤新北报道。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在市政会议表扬107名模范公务人员，他表示，文官是政府一切施政的基础，对文官的重视、尊严及权益保障是政府要做的工作，尤其年金改革影响文官士气，希望优秀的市府同仁不忘初衷，继续为市民服务。朱立伦表示，每位同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协调相关局处推动业务，都有杰出表现，堪称典范中的典范。市民因为大家的努力，感受到市政服务，任何公共工程或政策以及举办的活动有所绩效。最重要的是靠各位基层同仁的努力，他期许大家再接再厉。话锋一转，朱立伦说，文官是政府一切施政的基础，对文官的重视、尊严与权益保障是政府要做的事情。现在年金改革以及社会对文官不公平的批评，造成很多文官士气受到影响。他肯定有这么多优秀杰出的同仁，不忘初衷为市民服务，足为表率。